为了家庭幸福的你，是不是经常工作忙碌导致一身酸痛呢？今天来到台南东山服务区，一起参与这场一年一次台南视障按摩活动开跑发布会。三二一，请起动！在常年在东山休息站有设置我们视障按摩的据点，统一超商提供免费的场地，有按摩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按摩。在今年更邀请了台南在地视障按摩团体以及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长官一起参与宣誓，对今年活动的期许。更特别的是，今年还邀请代言人亮哲，透过他多种身份的转换，让民众都能感受视障按摩的魅力。每一年都在这边创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障伙伴的按摩的亮眼的成绩的部位。只要来我们台南市各视障按摩据点享受按摩，过健康，过永久大奖。觉得真正的代言人呢，就是视障按摩师傅他们自己本人，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实力，然后来证明他们自己，他们才是最好的代言人。我们这一次的行销有82个据点扩展在我们台南市每一个角落，只要你有路过看到我们的 logo， 这是我们辅导的视障按摩小站的部分，绝对可以恢复体力，还有可以让你轻松一下。我们这次要推广这次视障按摩小站，他们的都接触过非常专业的训练，而且他们的感官都非常强，所以都可以找到那个点。其实视障按摩小站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旅游的一部分。今年透过即刻守护触动台南行销活动，推广视障按摩师的精湛技术，并在活动现场举办免费按摩体验，让现场民众亲身感受视障按摩的舒缓魔力，同时增进大众对视障按摩的认识。我们协会就会跟劳工局紧密的合作，在每年都会就办一次的在按摩在职班，然后让原本有丙级的视障按摩能够在技术上能够精进，然后有也可以参与乙级的考试。视障按摩师傅他们是透过超过1000个小时以上的职能训练才有办法领到这个执照，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专业，并不会输给外面我们所谓的很多的连锁的按摩店。那所以我想要呼吁或者提倡的就是说，不管是台南在地的乡亲，或者说来台南旅游，因为其实台南旅游观光非常的盛行，一定要把视障按摩小站排进你们的旅游行程里面。逛累了按摩一下，然后晚上休息前去按摩一下。劳工局十分积极推广台南市视障按摩据点，带动视障按摩产业提升业绩。民众只要到指定的82家视障按摩据点，即可支持与鼓励视障按摩师，并参加抽奖活动哦。因为我们视障按摩师其实基本上都有去上过国家级的考试啦，所以基本上都是每个考试完都是很多都是很专业的按摩师。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各地的民众都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视障按摩师。因为现在毕竟我们明眼人也都有在开按摩院，啊竞争蛮大的啊，我也蛮感谢劳工局可以帮助协助我们视障，你有活动客人就比较踊跃会来按摩，这样的话我们的曝光率会比较高，那也有助于我们的业绩啦。各守护，触动台南。